以发问。可以先发问，早上做的吗？早上做的吗？是昨天做的，昨天下来的话，因为我们面包，我会建议客人今天买，明天再食用，会它的风味会更香。地点在哪里？我们在那个城府将军那个商圈里面。哦，有一段路呢。还好啊。那我们可以团体订购吗？